Hello。请问听得到吗？哎，你好，我有听到，嘿，不过声音好像稍微小了一点，那现在这样呢？有比较好大像可吗？以，嘿，现在 OK，好，那我们随时可以开始。好的，所以是我现在可以开始讲了，是不是？对，请。好，OK，好，唐政委你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哈，我叫 Victor，我姓李。那我们公司的话是叫台湾奈米绿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好，然后再过3天的话呢，我们公司就成立满10周年。好，那我们主要是在做一些创新的一些产品。好，所以目前我们的已经商品化的产品有包括环保平面吸管，那还有这个兆迪康的引擎鼻罩。好，那这两个产品基本上都是跟环保，还有跟这个呼吸健康相关，好，所以想说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看是不是有机会透过唐政委的一个协助，能够帮我们嫁接一些政府或者是一些企业的一个资源，因为我们知道一些环保的这些商品，基本上它在推广上面它可能需要大家的支持。好，那可能大家要慢慢的去改变他的一些观念，然后来养成不要使用塑胶吸管或者是一次性吸管的这样子的一个习惯。那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政府的政策是在2030年要完全禁止使用这种所谓的一次性的塑胶用品。那我们公司发明了这个产品之后，我们觉得刚好解决了目前市面上吸管的所有的问题。包括它不会有这个所谓的穿刺的危险，那它因为是平面展开，所以可以清洁得非常的干净。那因为是使用食品级的细胶，所以它没有任何的毒性，而且呢，它可以耐高温到200多度。然后另外的话呢，它是透过卷曲成型，所以呢，它的长度跟粗细呢可以自由的调整。也就是说呢，它解决了目前市面上所有的这个吸管的一些痛点。那我们希望说，透过大家的帮忙，能够让更多的人，或者是更多的企业或者是政府能够来响应，来使用这种所谓的循环使用的一个吸管。然后另外的话，在这个隐形鼻罩的部分，因为我们知道目前的防疫主要都是靠口罩，但是我们知道口罩基本上它的气密性没办法做到100%，而且我们在饮食的时候呢，也没办法持续戴着口罩。因此呢，就会有这个风险的一个存在。那我们公司设计的一个隐形鼻罩的话呢，它跟鼻孔是形成完全的气密。那我们里面的滤芯呢是立体化的一个设计，所以可以大幅的降低这个呼吸的阻力。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的滤芯的材料只要一做调整，它的防护等级就可以跟着做对应。因此，我们有从一个口罩、两个半口罩到 N95 口罩都有。这个不同的滤芯可以来做对应，然后另外也是因为立体滤芯的关系，所以它也可以去搭载一些芳香应用、呼吸用药的应用。所以除了把脏空气呢，把它阻隔在外之外呢，它可以把好的东西呢，可以带到身体里面去。好，所以这是一个呼吸载体。那目前其实我已经有戴着我们公司的隐形鼻罩，它原则上就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一个设备，自我防护的设备。那这样子的话呢，在后疫时期的时候呢，基本上它就不影响到我们人的一个社交，可以让你的这个所有的生活呢都可以照常，然后呢，在这个餐厅的内用的部分也都不需要受到一些限制，因为你同时呢，你的进气呢，全部呢都受到一个保护，大家这样。那我们今年有去参加这个法国巴黎的雷霆发明竞赛。那我们的鼻罩呢是拿到金牌奖，那我们的平面吸管的话呢拿到了一个银牌奖，所以我们希望说透过不断的曝光，然后可以获得大家的一个认同，然后接着进行一些推广，对，所以这个是今天想就是跟那个唐政委这边请教，是不是在政府这方面或者是说企业这方面能够有一些协助的机会。可以让我们公司的产品呢，能够紧速的
打开这个市场。好，谢谢。隐形鼻罩，它跟之前什么 Air 什么隐形口罩什么 有什么不一样吗？对不起，因为我这边声音有点小声，你说跟之前的什么不一样？之前好像也有什么 Air Mask 嘛，什么空气口罩？对，没有错，没有错。它是同样的东西吗？我们这边有比较了，有比较了六家国内外的一个鼻罩的一个产品哈、哦。嗯。基本上呢，这个鼻罩呢，一定要有两个设计要点，才能够达到一个好的防护的一个结果。那第一个设计要点的话呢，就是它一定要跟你的鼻孔形成完全的气密。所以当你的鼻罩设计没办法跟鼻孔形成完全气密的话呢，那个流体力学跟我们讲说呢，空气就会从低阻力的地方就会漏进去。然后第二个设计要点的话呢，就是它的滤芯一定是要立体化的设计。那之所以立体化，是因为我们的呼吸阻力跟过滤面积是呈现所谓的逆相关，所以我的过滤面积如果没办法增加的话呢，它的呼吸阻力就会过大，你就没办法做到所谓的高效防护。那我这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隐形鼻罩的一个样子哈，我刚才拿出来，不晓得可不可以看得清楚？哎呀，很清楚。对，它这个外面这个是细胶，然后它的特色是它的里面的滤芯是立体的，好，它是一个立体滤芯的设计。所以当我戴上去的时候呢，所有的空气都要经过这个滤芯才能够到达我的身体里面去。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当我戴上去的时候呢，它跟我的鼻孔形成完全的气密，所有的这些所谓的飞沫病毒呢，就没办法进到我的身体里面去。那可能有人会说，那嘴巴没有戴怎么办？那有统计数据的话呢，一天经过嘴巴的呼吸大概会小于 5%。而且呢，透过嘴巴呼吸呢，第一个对健康，第二个对脸型都会有不好的结果啊。这个在 Google 上面大家都可以查得到。所以因此呢，养成鼻子吸气的呼吸习惯啊，除了对这个防疫有帮助之外呢，也会对人体的健康也会有帮助。那当我们人在讲话的时候呢，基本上气体是由内往外，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口沫横飞这样的讲法。好，所以我们其实还是要戴着口罩，避免这个飞沫到处喷溅。但是这个口罩不一定是要医疗口罩，它基本上是一般的可以把我们的飞沫遮下来的啊，比如说像布口罩，可以把它重复做水洗使用。这样子的话，以后就可以避免造成口罩垃圾不断的堆积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理解啊，但我的意思是说，市面上的竞品，在你这个领域的，你觉得为什么大家不是采用你的这个方式，而是都是用好比像说布口罩，但是装那个空气滤网在上面，或者就是比较大面积的方式？就你这个的好处是它隐形嘛，从外面看不出来。那但是为什么市面上的竞品很少采取这种手段？对。那市面上这些竞品的话，我刚刚有提到说他们都没办法做到所谓的完全气密、或者是说假如说有些偶尔会做到完全气密，他的呼吸阻力大概会是我们四倍到五倍。那我们有把他们的 OK 了解。对，我们有把他的材料拿去做检测，他们的实测效果、PM2.5 的过滤效果大概都可以，大部分都是个位数的。了解。了解，就是说它从很舒服但是没什么效果，到有点效果但是很不舒服。没错没错，就是这个意思，没错。这样子，那你们是同时又可以很舒服，然后又不需要牺牲它的防护力，意思是这样。没错。好，但是我们有一个概念，就是说虽然说我们已经把它做成立体化的，但是当我们戴上去的时候呢，一定会有呼吸阻力。好，因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所以当我的防护等级越高的时候呢，呼吸阻力也会跟着越大、但是我们已经把这个阻力呢降到可接受的范围。还有就是你可以自己调整嘛，按照你的说法，我可以、把那个滤材、抽换成我可以接受的那个程度的嘛。没错。好，所以我们比如说去北京有那雾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带那个 N95 的防护等级。但是如果是餐厅吃饭，主要是针对飞沫病毒，我们就带一个口罩的防护等级，这样子就可以了。好，了解。那我觉得你适合切入的时间点可能会是我们国内就是不需要好像不戴口罩就罚款的那个时间点，就是我们口罩的限制开始松绑。
的那个时间点，因为在现在，不要说台湾，我才刚去意大利，他们甚至对口罩的要求比我们还要高嘛。我们只要医用口罩就好，他们要防护在特定层级，那个都是还蛮厚而且不太舒服的。是，那现在大家会愿意戴，都是因为不戴会罚钱嘛，简单讲是这样。是，对，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的产品就比较没有比较优势，因为反正大家都在戴厚的口罩了。那没错，反正你也不可能隐形，你就算戴了你的产品，你还是得多戴一层口罩。那你说哦，环保可以重复清洗，我觉得这都说服力比较弱啦，我很坦白说，对，那但是就是等这个禁令放开的时候，那还是会有很多人很紧张，他会怕说这个变种点四点点五或者是新的希腊字母混进来，他就算是没有必要戴口罩的地方，他还是希望提供某些防护力。那这个时候就很适合切进去，那所以可能你们现在，我不知道你们行销的做法现在是跟怎么样，是跟平台合作吗？还是跟，对，我们现在其实都是在线上的一个销售哈，比如说像 PC Home 啊，像虾皮，对对对，因为我们本来有发明的一个叫做互动式的自贩机，对，它是一个主动式的介绍产品，然后呢。他只要拍一个照就可以帮你决定尺寸，这是我们自己写的 APP。好，然后另外就是你选用你的使用情境，比如说你是炒菜要用，骑摩托车要用，那这时候他就会帮你筛选适合的滤芯，然后之后呢多元支付东西就会掉出来。所以当时我们有把它投放在那个高雄捷运站。可是后来因为疫情的关系齁，就是像刚刚那个政委讲的，因为你戴鼻罩，你不戴口罩，还是没办法做捷运，你还是一样罚钱啊，没有差别。没错，所以就影响到我们的销售。结果后来我们就先把它退回来，这样子。OK。对，这是我们另外一个还蛮特别的一个设备哈，就是所谓的互动式自贩机。OK， 你们的盈利模式是类似就是送刮胡刀，但是卖刀片那种吗？类似鼻罩，主要是以滤芯来。对对，鼻罩是主要是以滤芯为主。然后吸管的话就是一次性的销售，但是它就是循环使用的一个概念。OK， 对，那这我想请教一下，你有看过我们的吸管吗？有啊，有看过啊，之前在泽泽有上架过嘛，就是卷起来的那种嘛。对，它是长这样子，我大概简单让你看，它是整片的。知道知道。对，然后它就透过这样子一个简单的一个卷取的动作，然后它就变成是一支吸管。我知道。然后呢，它是安全的，也可以弯，也可以咬，也可以把它变粗，也可以变短，也可以变长，所以它长短粗细都可以决定。然后之后呢，只要这样子把它打两个结，一个结，然后两个结，然后它就固定住了，这样就是一支细胶吸管。然后它就是如果它上层有这个封膜的话，可以很容易刺进封膜里吗？哦，对，所以它里面有都有附一个叫安全刺针，它里面有附一个像这样的一个安全刺针，它是可以把那个胶膜把它画一个洞，然后就可以放进去。然后它还有一个包装也很特别，它这个包装也是我们自己发明的，它是一个像环保袋一样的东西。好，然后那个它上面可以刻字化图案，然后当我里面把这个本来里面是放吸管的拿出来使用的时候呢，这个袋子可以直接把它对扣起来。它就变成是一个饮料的杯袋，很厉害，很有意思。对对对，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又是一个吸管的储存袋，它就是一个饮料的杯袋，然后上面可以把你要的图案可以把它印制在上面，比如说要宣传的政令啊，或者是企业的 logo、slogan 这些东西。但是那个平面细胶反而不能印刷。啊，细胶本身因为它不是它没办法印刷，但是它可以在上面做图案。你说类似雷雕那种吗？就是不是，是模具上面就直接做图案啊。OK， 但是它的厚度它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呢？就说厚度我们原则上不能太厚，也不能太薄。对啊，对，所以我们就是已经做过一些优化，让它目前就是最适合的一个厚度这样子。对，我的意思是说，我的图案只能是线稿嘛。对不对？就是一些线形的图案，就是类似二维的图案了。它不可能真正像雷雕那样做到有层次，三四层那种。对，它就是有凸出来，但是不能太厚。像比如说，不晓得看得到，就是有一个上面有一个像台湾的图案，看不太清楚。还有写字写 NIT。
OK，好，大概可以想象，可以想象。对，就是上面有一些，因为模具设计的时候就有加图案，所以它制造出来之后就按照模具这样子的一个图形。OK，可以想象，可以想象。对，那因为这样的一个设计就有一个好处，因为它是打开清洗，所以你就不会有藏污纳垢的问题。然后另外它又是因为是细胶，所以它不会有任何的毒性。然后长短粗细又可以自己调整，然后再加上它又是安全的，因为它可以咬，然后也不会有穿刺危险。对，它唯一比起玻璃吸管的坏处就是你需要多一个化开的安全刺针。啊，对，这个安全刺针就是用来协助把胶膜把它化开。那以后我们也可以在包装上面把它设计成包装上就直接有那个刺针也可以。OK，我想一想。对，所以它蛮适合当成一个所谓的环保的礼品，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礼品，因为可能大家都可能都很多了哈，比如说环保筷、环保汤匙啊，但是像这种我们这种自己发明的平面吸管，基本上是全世界是没有的。那我们这个已经有获得5个国家的专利，包括德国、美国、日本，还有台湾跟中国。OK，那你们有跟好比像说什么云端输出的那种，就是你只要上载图片，它就帮你做从扇子到贴纸到名片什么都有，手提袋的那种平台合作吗？因为这样听起来你的客制化是你主要的卖点。对，没错，目前是还没有跟他们合作，但是我们本身就有提供客制化的这样子的一个选项，所以我对，们都是，我知道，但主要还是说，因为我现在如果想要做个纪念品什么的，我会想到的可能还是，好比像说爱因网这一类的，但大概不会一下就找到你们家。我的意思其实比较像联合行销这样子了。没错，所以这是目前我们可能比较缺的地方，就是我们没有去跟这些大的平台去做结合。对。OK，我想一想，我觉得这两个发明都很棒。而且谢谢。是可以两句话就说明清楚的，这个才比较有传播的可能啦，才有传播能对，力。对，所那以，请说。所以这个我们之前哈，因为有跟，比如说，跟苗栗县的西湖乡，就是我们有去做这个中小学的捐赠，然后除了捐赠给他们平面吸管之外，我们也去帮他们上环保的课程，那这个就变得还蛮有意义的，因为饮料的族群主要是学生。所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公益活动的话，其实感觉上学生的反应都还蛮不错的。然后另外一个是跟那个净滩的协会，跟协会合作去做净滩，因为我们在净滩的过程中，我们都会发现到很多的塑胶垃圾，然后所以在净滩之前让他知道说，我们有一个解决方案，可以让你从源头减塑，以后就不会再看到塑胶吸管。那这样子其实大家就感觉上会觉得蛮廉洁的，廉洁这整个活动变得更有意义，这样子。对，这个是推广概念啊。但是因为台湾法规已经很明确了，所以其实你可以考虑再往就是 to B 那端再走。好比像说连锁加盟促进协会，这个就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谈过，就是所有的外带饮料杯对，没的错。这些地方，因为他们才是受到法律影响最重的嘛，他们无论如何得改了嘛。那现在没只是说错，他们改成用竹子做的吗？用玻璃做的吗？还是用细胶做的呢？他们的选择只剩这个，而不是不做嘛？他已经不能不做了。没错，没对，错。那所以之前也有一些像那个人粥嘛，这个好日子嘛，那什么之类，台湾鲜蒙嘛，大概都是做这个题目的。那我不确定你有没有跟这个就是比较像连锁店的加盟店以及他们的供应商这群人谈过。对，我之前有把所有的信件都发给那些所谓的连锁的饮料店，那不过我还在等待回复，因为感觉起来好像没有遇到他们的这些领导层的话，有时候好像不容易就还有是有机就是会。你的单价比较高，这是对，但比较是困其难实如的果地方。是大量合作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尽量来配合。把单价调整到相当的有竞争性，这样子。是哈，对啊，因为细胶并不是非常非常贵的，你主要还是你有专利权吗？不是，细胶那个政委顺便让政委知道一下，
矽胶的话，最近前几个月哈，它涨了好像快一倍的价格。哦，真的。原物料，对，所以我们连那个在台湾制造的这个厂商，他都跟我们讲说没办法继续配合，他们一定要涨价。真的。而且他一涨价是要涨，比如说 50% 以上。那你要怎么办？对，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因为在推广阶段，我们价格还是没变，我们就是希望先把推广这件事情先做好。然后之后以后再来考虑说，价格要怎么来做 cost down 这样子。那如果有没有什么非矽胶的材料 TPE 啊什么的？其实这也是我在信件里面有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有一个环保的替代材料叫做 PLA， 就是生物可分解。嗯、对。但是生物可分解其实基本上，对我们来讲，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很环保的材料，因为它也是一次性的。而且它的分解条件非常的严苛，即便分解了之后可能还是有塑胶微粒。好、哦、所以我们是认为这种所谓的不是循环使用的，而且它还是产生大量的一个垃圾，也不能够跟原本的这些PE 或 PP 的材料去做混合处理。对。喂。对，但我的意思是说像、Hello? 我说讲的是 TPE 啦，倒不是 PPLA 啦。TPE 我看现在有些不锈钢吸管的那个吸嘴是用 TPE 做吗？是。对，那是因为我们的对，那因为我们采用这个细胶 TPE 有没有可能用卷的？就那个热塑弹性，因为它对，因为那个它材料的话，基本上就是要第一个要具有一些弹性，要有一些强度，然后而且它要有这些，比如说。耐磨或者是这个耐高温的这样的一个特性，而且它可以耐久使用。所以当时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是以这个这个环保矽胶好来出发。了解哦，对了，主要是因为你要一直用，就是说如果你用了30次就会断掉的，你就觉得干脆不要用算了。没错，我们的吸管那我刚刚讲的几个材料都是你可能用了20-30次就没了的东西。没错， okay. 我们的材料原则上可以用很多年，基本上是不会坏的。OK， 对对对，所以是真的落实到那种循环使用，也就是说，这个东西你一买的时候，你就可以用非常的久。那我觉得还是要往设计上面去着眼呢，因为我最近跟不管文策院还是设计院，就是以前叫台创嘛，现在叫做设计院，有很多合作。那他们的专长都是把这类就是可以用很久的东西，透过设计让它变成你没事，就是当你没有随身带当做吸管用的时候，你也愿意把它放在桌上，甚至挂在墙上，放在哪边，就是说它有一个装置艺术的这种。这个是我们对、这是我们另外一个包装，它就是一个铝合金罐，里面也是吸管。对。然后它可以把它缩到这么小，所以它就可以直接挂在包包上面。对，它嘿嘿嘿。然后我们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包装。嗯哼嗯哼。然后它就是可以直接放在包包里面，这是一个安全的气密罐。所以基本上包装除了刚刚讲的那种客制化包装之外，它的包装基本上是可以有很多选择。甚至我们只要跟饮料店搭配的话呢，我们会把这个吸管先做过所谓的消毒跟卫生包装。让它直接拿出来就可以直接用，这样我理解。我觉得这个方向是比较好的，对，就是变成是你跟饮料店等于联名了，然后推出像是纪念品，就星巴克马克杯那种东西。是是是，没错没错。那我觉得这个是因为这样子你才能支持谢谢你刚才我说矽胶这个原物料涨价之后的那一个单价了。是是是，没错。一味去跟那个低价的拼的话，到最后，不是你一定输给竹子啊！竹子真的是還对对对对对。OK， 好，那我觉得这个方向蛮好的，所以我能够做什么呢？我能够先试用一阵子看看、然后跟你说感觉怎么样吗？可以的，可以的。另外，政委这边我顺便让你知道一下，因为我们之前有被厂商反映说，你们这个有没有去申请那个绿色标章？就我们觉得说好像有道理，我们去申请绿色标章，结果发现说目前好像只有 PLA 的这个产品是可以申请绿色标章。嗯哼，嘿嘿嘿，这对我们来讲也是有点奇怪，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东西应该是最环保的吸管。哦，那 PLA 基本上它算是一次性的用品，而且它一样会产生这些所谓的垃圾。
那可是他居然在这个绿色标章里面没有这样的一个选项可以去做申请。好、所以我们也觉得这一点也是有点奇怪。然后后来我们有去反映啦、那好像也没办法得到一个立即性的一个解决。好、因为这可能是这跟可能有一些故事啦齁，因为 PLA 毕竟在这个台湾可能是一个产业链、所以可能他可能需要政府可能也需要支持他们，让他们能够就一个有一个好的发展这样子。对，但没有关系啊，就是说就算你先用社创的标章或者是我们那个 Buying Power 的标章，社创良品的标章，对，那都可以用了，只是说我们怎么样促成你进入别人的供应链，因为我们这边主要的政策工具就是 Buying Power 嘛，就是如果有某家大的企业像当时那个鲜乳坊跟路易莎这种就是有一个大规模的合作，那他到特定的规模，可能包含经济部长啊，或者是金管会主委啊，或我啊，什么都会出来颁奖嘛。就是说，等于让大家一次就知道说，原来这种产业跟那个供应商是可以对接的，这样。所以我觉得两部分嘛，一部分是说，我们社创平台，会本来他们之前对于减塑这件事情就有办过一些媒合，那这些媒合就有一些记录以及之前已经出席过的一些人脉，那这些我想社创这边都可以帮你去接洽了，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是说，当然就是我是可以跟你买，这个是没有问题，就是我自己用一阵子看看，那如果有什么觉得可以更好的地方，那我也随时跟你说，这样。好的，好的，没问题。对，好。那作为这边，我再顺便跟你报告一下哈，因为觉得有点惭愧了哈。没问题。因为其实我这一次有参加那个 Buying Power 的甄选，对。可是最后很可惜，我们好像没有被选上。真的吗？没有上良品。那评审有跟你说为什么吗？导师不知道哎、因为当时在评审的时候还是用细胶吸管。是用这个细胶吸管。OK。对，当时那个评审有一个评审委员，马上跟我讲说他对我们的东西很有兴趣，然后说他要帮我们后续要跟我们联络，要帮我们去做媒合。可是我本来以为说应该很有机会，可是后来公布的时候，好像没有被录取。真的吗？那所以觉得很抱歉。不知道是什么考量，对。那因为没关系，每年都有了，我先用一阵子看看。是，没问题。然后所以我这边我想说借这个机会的话，我顺便也跟你介绍一个我们公司的另外一个产品齁，它这个是还没有市面化的一个技术。它这个叫做，就我们公司的名字叫奈米薄膜。好，那我这边有一个模型的话，它这个是放大1000倍的模型。好，那它这个概念就是跟半导体制程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它是棋盘格的设计，当空气从上往下的时候呢，它会先经过那个两边是有开口的地方往下，可是呢它下到下面去之后呢是被挡住的，所以它只能够往侧边来走。然后侧边的话呢是它是一个像百叶窗的一个设计，所以也就是说它的气流呢是由上往下，然后先再走一个转折到侧边，然后再往下走，所以它的这个正面的尺规是微米的尺规，旁边百叶窗的尺规的话呢是奈米的尺规，所以这个是全世界唯一可以客制化奈米孔隙的薄膜。我们一般听到这个奈米的产品，大部分都是可能想到麦饭石，麦饭石是在火山口旁边透过这些微小气泡形成的一个奈米孔隙的这个石头，但是它的尺规是不均匀的，而且没办法做成薄膜的一个特性。那我们这个薄膜的话呢，完全是透过面板制程的前段制程，去做出来的。好，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薄膜，如果用在纱窗，它就变成是奈米纱窗；用在清净机叫奈米清净机；用在口罩叫奈米口罩。好，那如果用在无尘室的 HEPA 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很厚的 HEPA 把它变成很薄。好，因为那个 HEPA 它主要是两个主要的组成，一个是滤材很厚。另外一个因为滤材很厚，所以它后面要有一个风扇，它的这个 driving force 要很大，所以因此它非常的耗电。那当你有这个薄膜的时候呢，它只要再搭配一个 prefilter 的话呢，它就可以让我的滤材变得很薄，然后呢它后面的 driving force 呢就不需要很大，那这样子你整个 power consumption 就可以大幅的下降。好，这是然后后来我们跟
国家奈米实验室 NDL 合作了大概将近两年去做关键制程的认证。那认证没问题之后呢，去找友达光电做这个合作的一个确认。花了大概将近四个月的时间确认他们厂内可以来制作。然后最后呢，本来是想跟他做技术分享，可是他们想成说希望只做代工，只收代工费。然后最后他开了一个条件是代工的费用是我们这种小公司没办法支付的。好，所以这个技术就暂时就先 pending 在这个地方。嗯，了解。感谢分享。对对对。然后我顺便介绍一下我的 background。我的 background 是我是台大化工系化工所毕业齁。好，然后那个后来我在这个面板业待了差不多将近八年的时间。后来我到了美商高通公司做了九年。对，然后之后就出来创业。是。我觉得你那个想象力非常的非常的丰富，而且又可以落实了。我觉得同时有这两个长处的发明家这个不多，所以我是觉得很有意思。包含你刚刚讲到就是抽换滤材啊这些，那我觉得都是从使用者的角度来想发明，那比较不是说好像我有一个技术我就非得怎么用不可。我觉得是蛮好的，就是很符合我们社会创新的精神这样。谢谢谢谢，对啊，所以因为这我因为不瞒你讲，因为我们就是是一个新创公司，所以我们在行销方面其实是属于比较弱的一个部分。那所以我们就是在经营上的话就会遇到一些问题，因为毕竟研发其实是蛮烧钱的。那我们如果说在营收方面如果说没办法有一个突破的话，其实在对我们经营上的话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压力。对，所以还是想说希望说能够透过大家的帮忙可以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好的商品能够推广出去。那这样子我们公司才能够不断的去继续往创新的方向继续的前进这样子。对啊，对，那我们当然社创是非常愿意做这个，所以也不需要觉得说好像一次社创良品没有进去就气馁了，应该没有这个问题。我觉得主要还是要大家使用者体验之后，使用者也会提出很多想法嘛。像我刚刚提出来的很多客制化的想法，大概你们也都有已经想过了。那但是因为我没有实际接触过这两个产品，所以我能够想的也有限。对，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更多的就是第一手的体验了。对，唐政委，我想冒昧问一下，因为我知道那个唐政委非常的忙，其实是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花在这个比较琐碎的事情上面啊。但是因为我们的产品还蛮适合就是面对面可以教，就是可能时间不用很长，但是我可以面对面教政委怎么去使用我们的产品，那这样在使用的体验上面呢可能会更好。我只是在想说是不是有这个机会就是说可能政委在可能有时间想要试试看我们的产品的时候我可以就是直接把产品送过去，然后顺便教政委怎么使用，甚至只要有更多人想要体验也可以跟我讲，我可以带更多的这个样品过去让大家去体验看看。理解理解，我想我先自己玩玩看了，先跟你买了。我看了一下也不贵嘛，对不对？对，就算是客制化包装也只要什么两三百这样子。对对对，没错没错。对啊，那这位我直接把样品寄给你就好了，不需要用买的。然后我顺便也把鼻罩，我也把鼻罩寄一些样品过去，然后就是政委这边你可以试试看。看一下那种感觉这样子没有了，超过500块我还是都用买的了，这是我个人的原则不是什么。对，但是没有关系，就是我想社创的朋友也在嘛，之后小婷也可以跟您联络，那就看怎么样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然后我试用一阵子看看这样子。好的好的，反正大概500到1000的话我是可以买得起啊，没有问题。那就这个不能占你便宜这样。那我也实际用看再让你知道说看怎么样的方式来互动啊，或者未来像你说有一些教学啊，那我觉得这样我的建议会比较到位了，不然就是还是用想象的比较不容易。对，没错没错，那协助联络一下。好啊。对对，那我们在那个网络上都有一些教学影片，
所以在使用的时候，可能要麻烦政委这边可以先看一下教学影片，对，没问题。好啊，那今天是不是就先这样？那其他我看到的东西再试用再来跟你说。好的，好的，没问题。非常谢谢政委，还有谢谢社创的朋友。谢谢，谢谢。好，谢谢你，拜拜。拜拜。谢谢，谢谢。拜拜。